赵州从人。778到863年，赵州俗姓好，是清社资丘人。他从小就到本州龙兴寺出家，嵩山琉璃坛受戒，后来到安徽池州拜南泉为师。他第一次见南泉时，南泉正卧在床上休息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瑞相院来。你可曾看到瑞相吗？不曾，但刚刚我看到躺着的如来。你是否有师父教导？深冬天气冷，希望师父保重尊体。跟我到内室来。师父，什么是道？平常心是道。是否有目标可寻呢？当你有目标，便有所偏差了。如果封闭一切意念，又如何能见道？道是不在于知和不知的，知是妄觉，不知是麻木。得道之人就能虚获开阔，不被是非所困。大道无门，八方开放，有千方差别的路皆可自由出入。只要能举一隅角，即能得千余返了。